充分是要补刀，他也没有要去批评他的老师，因为他是陈明通，但他也没有要帮林志坚背书，可是呢，他也没有要攻击林志坚，寄生科批，下一步就是市长了。陈时中是需要帮忙的，起手势就打。恨啊！当时陈时中说这边是吗？抓老 gay 了，对不对？握手、握头嘛。他地铁有端，我被鼓掌。八点模式，等到哪一天被超车不到30%，要改来不及，只剩4个月了。但是你现在讲不听，今天真是历史的一刻。